火狐浏览器是个知名品牌了，在浏览器市场常年数二数三。从 IE 浏览器称霸到 Chrome 浏览器第一，火狐浏览器一直是紧随其后，算是一棵常青树了。自从博恒军用火狐浏览器也快有两年半了，在中国大陆竟然发现也能在其扩展市场上安装 VPN 插件，甚是奇怪。不过也好，多一个科学上网的方法。火狐浏览器支持 Windows、Mac、Linux、Android 和 iOS 系统，因为在移动端，火狐浏览器内的 VPN 插件效果不是很好。所以呢，我建议直接安装 VPN 应用。这篇主要是聊聊在电脑端安装插件的方法。三个系统大同小异，这里就以 Windows 系统为例了。首先是前往火狐浏览器的官网，不是假的官网，是真官网哦。请一定要确认好地址，随后点击下载。下载好后，可以看到右上方有三条横线，点击，里面有一个安装插件。进入后搜索 VPN， 就可以看到好多插件罗列出来。安装一个评价高的，就比如这个 Free VPN 吧，点击安装。安装好后点击插件运行开关即可。打开 USB 试试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感谢大家收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